我从来都不是奢求你会原谅我，但是除了对不住之外，我真的不知道可以跟你说什么了。对不住，真的很对不住。对不住有什么用啊？我都好憎我自己，点解可以咁侮辱？嗰一晚我匿喺角落头，睇住你挣扎，听住你嗌救命，直到冇晒声。我都不夠膽行出去，我甚至懦弱到連去死的勇氣都沒有。我跟自己说，阿爸和姐姐已经不理妈妈，如果连我都走了的话，就没有人可以照顾到她，所以为了妈妈，我不可以死住。但是这七年来，我一眯埋眼就谂翻起嗰晚嘅画面，我每一日都过得好痛苦啊！但嫲嫲而家都走埋啦。我没有任何的藉口了，如果你想的话，我今天就还一条命给你。好啊。终于有些事我是可以为你做的做啲咩都好，我都唔会怪你啊！如果可以重新嚟过，呢一次我哋唔好再相遇，唔好再相爱，唔好再令对方咁痛苦。
食药嗰阵，我以为最后呢几个钟头我都会好嬲你，一直嬲到最后一秒。但系当记忆开始倒数，我先发觉怨同恨已经唔再重要。我最想做嘅，只系去翻每一个我同你相遇过嘅地方，怀缅翻我同你发生过嘅每一件事。在忘记你之前，我只是想抛开晒过去所有的嘢，好好地望住你，好好地爱你最后一次。起身啦，雨仔，爹哋妈咪早晨，早晨，啊，大家听住，今日有位新同事翻工。各位师兄师姐，你哋好，我要潘小雨啊。我叫郑天奴，普通同事级别，丙，你当我啲烂台烂凳得，唔使理我。Hi， 我系 Rachel 啊。我系 Daniel。Justin。Joey。我叫包守玉，你可以叫我包包。包包师姐你好。嗱，你个位就喺包包隔篱，包包交俾你啦。系司马大。Rachel， 包包师姐，咁我要做啲乜嘢啊？首先你要了解你个 client 先，嗱，就系佢。点啊？系咪觉得有啲熟口面啊？唔系啊，我就系觉得佢好怪，点解佢咁后生，冇嚟精神咁？算啦，你睇下啲资料先，阵间我教你点做。嗯。司马大人，咁做真系好咩？唔理好定坏，呢个都系佢自己嘅选择。估唔到死咗之后咧，仲有机会食到三色包以外嘅嘢啊！洋葱咧，好脆啊！加埋啲芥末醬，好野味啊！爸爸，我哋咁樣偷走落嚟咧，俾人發現到，會唔會好大鑊噶？我成日都落嚟啦，咪一樣冇穿冇攔。你多啲跟我落嚟，我帶你食勻港九新界所有好嘢。嗯。你話噶？小魚唔知點面對你，所以佢求上頭幫佢清洗曬同你之間嘅記憶。而家佢就知道你叫陳北河，係佢嘅 client。之前佢曾經現身見你，同你一齊發生過嘅所有嘢，
对佢嚟讲都唔再存在。思如好辛苦先至咁做，佢真系。咁我走啦。唔好意思啊，你可唔可以帮下个忙啊？有冇办法可以俾我见院长一面啊？爸爸，我夸人咋？唉，唔好再忙啦，你专心食嘢啦，嚟食嘢啦。见到你最心爱嘅人喺绝望里面挣扎，嗰种痛苦会刺激到你嘅灵感，系咁涌出嚟噶。你唔好以为你七年前做嗰啲咩冇人知啊！你做咩啊你？小雨。